玩吧，潘森打野，这皮肤可以，皎月直接来个两级抓上得了，搞吗？那搞吧。操，我 Q 都蓄力了，那我这样只能拦开了，不必吧。这上单感觉帮不到我了，这潘森打野只能抓人，刷野特别慢，我原本想红开抓上的这一把。每一下心跳的间隙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过往与我同行，这嘴儿怎么想跟我打架？你以为你玩的是卡兹克呢？这潘森这东西老恶心人了。架住 ，AQ 三下，开 E。来一下呀，辛德拉！我帮你，你不帮我。20点法力值也够了呀，冷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都几百年没玩过潘森打野了，红 buff 还没过期，这波可以杀下皎月，我去刷个四蓝。东西贼赖皮。我平常没少被这东西恶心，玩这个一定要入侵对面，特别是对面打野前期比较弱的情况下，攒个强化被动就可以了。抓人一定要有强化被动在，我感觉克雷可以越塔杀他了都，直接开冲。你有马在，怎么样？我有盾，你有马，我有盾，我们马盾组合。其实可以直接开大把他秒了，因为他有马在的话，要死也是我死，他不会死的。他下马那一段是无敌的，可以转一下这个仇恨值。没事，我再来 ，Q 又空了，开大，搬搬下路吧，马上就来，现在拉过来了，我们能不来呢？那肯定得来的呀。他为什么在黑雾里？我看不到，我也在黑雾里面啊，有点假的。五级皎月，七级潘森，碾一下他死了。好肉的塞纳，邦邦硬，现在拉又过来了。你们伤害不够啊，我把新生买了，早知道我溜了，有点想掐这个头，我的猎手都叠满了。
怎么集齐吗？来过来偷我野，我四个零一速，当小偷啊？小法没蓝了，先杀塞纳，杀小法要跑了，杀小法吧。都有点不敢过去。我的意志点亮了这把城墙。直接预判一下，距离太远了，打个红，等一个红算好，去杀的诺手，他啥装备啊？这装备应该随便杀他的。我很久没更新过装备了，现在人都这么喜欢打架，玩喷子刚好无脑抓人，又有点控，爆发又高，挺理想的。先买个黑切，再买个破败，直接落地秒了，两级二的被动伤害就高了。待会儿补个黑切，不然 CD 太少了。差点伤害，感觉 CD 还是短了一点，23的冷却，33冷却应该可以了。龙要刷了，对面可能要过来。没暴击。现在 E 不减塔伤了，我记得最开始出来的时候还减塔伤，老恶心了，被他推到了，不被推到刚好大刀直接给他刮死了。诺手又值钱了呀，这塞纳有点肉。你这个赏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我这点控啊，这贼无脑 ，WA 三下 QA 强化 E， 他还反击不了你，这是最赖的。缺点就是你这套技能叫完之后，你对面伤害高的话，你要死有手就行，就比较简单无脑。怎么没秒掉啊？你在玩什么呢？开个大，刷一个被动好了。好卑鄙啊，还想杀我，等我破败出了你们就知道什么叫恐怖了，加上这个大招的被动穿甲，这破败待会一套能打个1000血就很离谱，4000多块钱不买装备。
何而战？重要的是为谁而战？怎么没给他杀掉啊？我还差点钱，不应该审技能的。有时候每次想到审技能就审出问题来了。我睁眼理财一下破败就有了。小龙吗？小龙吗？刀剑相撞，那声音曾在我耳畔逝去。你们打不就行了？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玩漏塞纳老在你脸上恶心你，没有用的。我这破败出了这个，这 A3 下每段都可以享受这个破败的效果。我觉得他死了，克雷应该可以杀了。再来个影魔刀，就是这个潘森控挡技能的时候太无力了。我先把16升了，多加点穿透。怎么全往这边来了呢？就是我的手足。小法人不知道在哪。破败打了4000了，可以举一下死了。阿龙打这种手比较长的人还是有点依赖闪现的，不好碰到他。破败不能太先买，太先买首先对面血量没起来，而且其实你这个穿甲也没起来，先买的话伤害很低的，等级起来一点的话你这个大招被动就有加百分比穿透，这样的话你百分比伤害打人就疼，加上对面血量起来了你加的就多。我去找下卢仙，他这边还能躲我 W， 他那现在 W 确实能躲，他这个算这个飞行弹道的，以前是瞬间晕住的。卢仙把 E 交了，他有护我甲子。好剑，对面不好架到了。点了吗？我还没杀完呢。